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姐姐。说到北京冬奥会啊，大家是不是都有些兴奋了呢？你们是不是也想参与和冬奥相关的小游戏呢？准备好，接下来就要进入冬奥小游戏环节，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吧！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我们来啦，这里是英雄出少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一姐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百灵姐姐。哎，百灵姐姐呢是我们体育频道的主持人哈，平时呢她都负责各个赛事的解说啊，还有报道，所以今天呢她的手上有很多关于体育方面的知识。那今天来的这两个家庭呢，他们也是体育达人哈。那么究竟他们这个知识库里有多少能够满足我们百灵姐姐的这个需求呢？那就要看他们的各自表现了，对不对？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两组家庭。好，首先是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大家好，我叫郑锦池，今年9岁了，小名叫池池。池池擅长什么运动？足球、冰球。哎呀，厉害了，有这个对，有冬季项目哈。那一会儿你肯定是特别擅长了哈。我们这边也自我介绍一下，快。我叫李尚泽，小名泽泽，今年9岁，欢迎你。今天来到节目里的是郑景池和李尚泽小朋友，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你平时爱玩什么呢？爱玩羽毛球。爱玩羽毛球呀，都是爱运动的小朋友。好棒啊！认识完两组家庭之后呢，哎，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周边的环境是不是非常的优美啊？虽然是冬天，但是呢也是不逊色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位于永定河畔的北京冬奥公园。冬奥公园紧邻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和冬奥会场馆之一的首钢滑雪大跳台，承接着最惊险也最有可看性的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两项比赛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元素与配色装点，灵动飘逸。它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内第一个完工的新建场馆，也是唯一的雪上比赛场地。北京冬奥会期间有4块金牌在这里产生，冬奥会后成为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成为专业体育比赛和训练场地，并面向公众开放，用于大众休闲健身活动。哎，今天我们所有的游戏和挑战项目呢都要在这里完成。好了，两组家庭做好准备，让我们接受第一关的挑战，来迎接挑战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英雄出少年的第一关挑战。我们的游戏项目是什么呢？第一关游戏就是叫冰壶碰碰乐。第一轮游戏规则，本轮游戏分组进行，小朋友与小朋友进行对抗，家长与家长进行对抗。推出冰壶后，冰壶停在红色区域为3分，白色区域为2分，蓝色区域为1分，停在其他区域不得分。每人有2小轮推动冰壶的机会，最终积分相加为本队本轮可答题数目，答对题目多的家庭获得本轮的胜利。池池首先来发球啊，来在我们的这个起点做好准备。3、2、1，开始。好，拿到1分，这个算是全部在圈里了。基本上对，那看一下这个泽泽是不是要把他选择推出去？哎，漂亮，自己都在里面了，又给攻出去。但是其实还有机会。好的，来，泽泽，好。现在呢，我们看到池池所推的黄壶，他现在压在了这个一分线上，所以说最后呢，应该是我们池池拿到了第一分。好，泽泽准备。来发球。好，他站到了一个2分的位置，站到我们这个地方看。好，就是选择把他推走。对，
哦哦，他踩到了一分的位置。好漂亮。好，经过小朋友的两轮对垒呢，他们现在是4-1，所以说我们先考迟迟四道题的机会，请听题。冰球比赛中，哎，你打冰球，每一场比赛是多少分钟呢？60分钟啊，你都不用去听选择题，对，人家玩冰球的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那第一题答对了，对他来说非常简单了，那姐姐就要给你加点难度了。来，下面第二题，请听题。第一次电视转播的奥运会是哪届冬奥会呢？哦，第一次电视转播的 A, 第五届冬奥会 ，B 第七届冬奥会 ，C 第十届冬奥会。妈妈也可以帮忙啊。B 第七届冬奥会，确定吗？确定，确定。正确答案确实是 B 第七届冬奥会。哇，掌声在哪里？太厉害了啊！第三题，请听题。冰壶运动中应该如何安全地调节投石的距离？就是你推出去的那一瞬间应该如何调节它的距离呢？ A 靠伸直的肩膀前后摇摆， B 靠手腕发力， C 要靠助跑的距离来发力，是哪个答案呢？靠肩膀发力。靠肩膀发力是吗？你确定啊？虽然你们俩刚刚没做到，但是你确定专业比赛中靠肩膀发力是吗？来，下面姐姐就第四题啦，姐姐考你个难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道的全长是多少公里呢？ A 20公里， B 21公里， C 22公里。所以说正确答案是多少公里？21公里。21公里都不用思考，正确答案就是 B 21公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张家口那边的赛区。好，来，我们这边到泽泽回答了。虽然只有一题，但是我觉得这一题也非常重要，请听题。奥林匹克运动最高的领导机构是谁呢？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答对了，答对了，加一分。国际奥委会也简称为 IOC 啊，它就是负责我们所有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中的各种事情，包括举办奥运会啊，还有平时日常维护。所以说，你确实不错，综合素质可以。咱们虽然只有一题，但是这一题是包含综合素质各方面的。当然，白琳姐，你看我们来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很厉害？非常专业的，专业。我要去换题了。好的，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父母队里来，是吧？爸爸妈妈，请做准备。好，这一轮呢，我们迟迟妈妈率先发球。好，开始。哎呀，妈妈很厉害呀，很准。哎，我们来看看泽泽的爸爸，又要把妈妈的球给推走。哎呦，还真是。来，妈妈第二个。哎呦，哎呀，妈妈是两分，还是三分？好，爸爸选择了把他打出去。一呀。爸爸把自己打出去了。下面是泽泽爸爸先。攻击，给爸爸加个油好不好？好嘞，加油。好，加油。好，挡住了。好，他选择了这个先挡住了。爸爸说我挡住了。哎，我先这个用点劲儿。哎，两个人都挡在了，两人现在都挡在了门口的位置。爸爸这一头非常重要。哦，推进去了。把自己的往前又推了一把。哎，妈妈来怎么选择呢？用大点劲儿，是把别人打走。哎哎，姐姐来看一下啊。爸爸妈妈的对垒这一轮呢，是分别得到了4题和3题的机会，还比较接近，比较焦灼呀。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我来，你先来。好，那迟迟答题小王这边请听题。2022年北京冬奥会它的开幕日子是哪一天呢？A 这还用想吗？2月4号 ，B。2月3号，2月4号，2月4号是吗？没错，那2月4号呢，就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子。来，这题确实有点难度了，我觉得。请问，2022年北京冬奥会有几个赛区呢 ？A， 3个赛区 ，B， 2个赛区 ，C， 4个赛区。A 3个赛区，你确定吗？确定。说出一两个也行。北京赛区、张家口赛区、延庆赛区。哇，你全答对了！妈
妈平时在家专门关着看体育新闻吗？没有，我以为是两个赛区，我以为他答错了。哎呀，我跟你讲，我们的冬奥知识面面俱到。完了，我怎么都考不上他，怎么办？来，姐姐再给你出第三题。在冬奥会的配套设施中有一个叫京张高铁，那请问京张高铁它的正线全长是多少公里呢？A 我们要坐着火车去，120公里 ；B， 174公里 ；C， 186公里。这个有点难度。猜一个，174。猜一个，你猜一个，你确定吗？174和186。他是猜的，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是吗？174。正确答案就是174公里。什么？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又答对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姐姐把难的都给你考完了。请听题第四题。冰壶运动投壶的时候，冰壶应该位于身体的哪个方向呢？前方。我还没报答案，但是他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前方。没错，那冰壶运动在投壶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的体前要推出去，而不是从身侧推出去。对对对。太厉害了！现在呀、啊，我觉得压力全都在你这儿了，全在你这儿了，是吧？来，怎么办？不要紧张，来，姐姐看一下啊，姐姐给咱们挑战自己，简单的啊，没事，爸爸会啊。来，请听题，第一道题，滑雪倒地的时候，双手应该如何放置呢 ？A， 放于两侧 ；B， 放于身前 ；C， 放于身后。所以说，应该是放在哪儿呢？滑雪倒地的时候，放在两侧。放在两侧吗？你有没有滑过雪？还没滑过雪。爸爸怎么还没带滑过雪呢？他答对了这一题，所以必须要带他去滑雪。对，正确答案就是放在两侧。滑雪的时候、倒地的时候要把双手放在两侧，这样才不会受伤，知道吗？有安全。还有两道题、还有两道题的机会哦，请听题：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比赛。这个场馆在哪里呢 ？A. 北京 ，B. 延庆 ，C. 张家口。延庆，你确定吗？确定。你确定啊？确定。正确答案就是延庆。下面一题是文学。孩子们，来吧，来吧！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环节，这里是英雄出少年。我们的少年和爸爸妈妈已经做好了准备。第二关我们要玩什么？第二关的游戏叫做头忙脚乱。第二轮游戏规则：本轮游戏以两个家庭各自成组，分别进行游戏。一人通过摆动头盔上的网球，击倒地上的易拉罐，限时5分钟，总共10分。另外一人则根据提示的文字画出相应的图画，另外一人在规定时间击倒易拉罐之后猜出所画的内容，总共5分，满分共计15分。最终击倒易拉罐和猜对画画内容多的家庭获得本轮游戏的胜利。芝芝，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来，比赛开始。来，妈妈请看第一个词儿。
哦，打第二个。第三个词，哦，好，答中了。妈妈又完成了一幅画，下一个第四幅画。哎，漂亮，你掌握好啊，找到这个，好，好了吗？好像找到窍门了。好，来，第五幅画，再来。好，妈妈的五幅画已经结束了。哎，撞到好棒，撞到四个了。来一个，来一个，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好，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场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先看一下易拉罐这边呢，是倒了五个易拉罐，可以说确保了五分，非常不容易啊。那我手上呢有五张词，看看妈妈能不能拿到这五分。来，妈妈，请展示你的第一幅画。好，然后让我们的宝宝来猜，这个是什么呢？奥运会吉祥物雪融融吧。等等，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来，第二幅。好，来，芝芝可以看一下，冰球。啊，回答正确。这个妈妈画的很传神了。来，下一个，下一幅作品是，我们也看看是什么。这。狗拉雪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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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雪橇吗？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狗上面还长着啥呢？送的那个驯鹿，圣诞老人送的驯鹿，驯鹿。妈妈把那个，他妈妈把这个挡上了。驯鹿拉的是什么？拉的是礼物吧，圣诞礼物吧。看出来他们想要的是礼物。他们想要的是礼物，对。我不要答案，我要礼物。是什么？雪橇吗？来，答案是，噔噔，回答。正确啊，真的是雪橇啊。来，下一个，我开始怕你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就加了一个，加了你猜的是那个豆腐。哎，你也可以这样哦，暗示型。我看看这个建筑物啊，它上面有很多的什么，妈妈其实就是整个形状是好啊，我大概能猜出来，上面没画出来。你去过那个地儿肯定水立方。哎，它冬奥会期间的时候会改成什么？冰壶馆，它的另一个名称叫什么？水立方变成什么？好，五、四、雪立方吧。二、雪立方吗？一，对不起，来，正确答案是应该是冰立方吧。冰立方，水立方在冬奥会期间呢，确实会变成什么冰立方。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来，先给最后一个前的观众看一下，妈妈画的是什么呢？大家非常熟悉这个图案，我看看。哎，好，来，我们也看看，芝芝，你来猜一下妈妈画的什么？冬季。冬季奥运会，回答正确。冬奥会，冬季奥运会，所以说还是很有默契的。就答错了一个，所以说你的得分是，你的总分是多少？九分啊，恭喜你！差一分是，差一分差在了冰和雪，没关系，是不是？哎呀，接下来爸爸压力闹了，压力山大，对，压力山大，压力大吗？刚才他输在了这个身高上，您的身高优势是有了，那我们就要看这个画画这个绘画作者了，是不是？对，啊，接下来就看泽泽的了，泽泽你有没有信心能画出爸爸的？有是吧？来吧，来吧，做准备。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泽泽爸爸和泽泽，来，准备好，比赛开始。噔噔，第一个词，撞到第一个了。以为身高其实越低越有优势，是吗？要不然哦，撞到第二个了，哦，撞到第三个了。泽泽，你不要笑，你赶紧穿过你的画。你打的是那个吗？不小心打到了。泽泽爸爸不小心打到了一个。哇，我们很快的已经还只剩四个易拉罐了。好，其实呢，身高是有一点优势。来，第二个，但是呢。控制这个方向也挺难的。但是呢，我可以踩一个高球。哦，泽泽爸爸放加上它里面是一个什么动物？哇，已经我们易拉罐已经全部打完了。我们站到身边，这画非常好，越简单越好啊。对，领上泽小朋友很快的完成了后面几幅画，不知道接下来爸爸是否能顺利的猜出来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到了。我也想看看。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灵魂画手泽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作品啊，非常棒。我跟你讲，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真的一个也猜不出来。所以爸爸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来，爸爸准备好啊。好，爸爸先看第一张图。噔噔，我们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一下。好，这是我们泽泽的第一幅画。这是什么项目？给你高山滑雪。几个字儿？两个字儿。滑雪。对。揭晓答案，来，我们一起冲到前面。回答正确。爸爸，你怎么猜出来它是滑雪呢？我看到一个山，然后小孩子从下面下来，还标的有方向。那这不是溜溜梯吗？这不是冬奥项目吗？来，下一个，来，我们先看看。哇，这个就有点自己拿抽象了。来，先给大家看，这有点抽象了。来，爸爸，请看。哇，这是有点抽象了。这是冬奥会的吉祥物。哎，对，那是谁呢？冬奥会吉祥物一共有几个？看这儿，雪融化，雪融融。我好像没有记错的话，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好像有一位画手呢也画出了雪融融。另外一个，那这题只能算答错。对不起，对，答错。他有个好朋友叫冰墩墩。我们让画手自己来讲一下，为什么要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创作的呢？创作思路是，这个是一杯水，然后它变成了一滩冰。好，记住这个答案啊！来，我们来下一幅。好，几个字呢？两个字。啊，两个字啊。是一个项目。冰壶。对，咱刚玩过，是刚玩过，对。来，爸爸。哇，这个，请你来读出这个式子。你别笑，让爸爸。别笑，你要拿，你别笑，让爸爸再看一眼。我们都看看。冰。什么？我倒冰，对了啊，然后呢？哇，这个真是最难猜的，后面想不起来、冰丝带。哎，那对不起，没有答出来。冰丝带外面特别的漂亮，会有22条彩带在环绕着场馆外围，所以说有机会的时候，父母都可以带着孩子们去那里拍个照，留个念，让他见识一下到底什么叫真正的冰丝带。孩子滑雪滑冰，咱们安排上。请问冰丝带要不要安排？必须的，必须安排。冬奥一日游啊，咱就去接上了，好吗？来，最后一幅图，来，我们看一看。来，爸爸，我刚才说了哈，他特别善于总结经验。妈妈曾经创作过一幅这样类似的画，反正都是五画。但是呢，就是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那么，爸爸，请问这幅图找不同，哪里有不同？这是什么？所以呢，刚才夏季奥运会。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夏季奥运会。没错，夏季奥运会。哎呀，我们的宝宝太聪明了，是不是？非常棒。好了，我们的这个比赛呢就结束了，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分数吧。那爸爸在这个他的环节呢，全部砸中，而且是提前完成了。我的天，10分已经全部都拿到手了。所以我们的总分是多少？13。13分，恭喜你。当然我们这边呢是9分，但是我们受限于身高，所以说易拉罐踢得少。没关系，咱们还有一轮比赛。好，那现在的话大比分是不是打平了？好像是这样，打平了。那我们下面就要进入到我们最关键的决胜局。好，一起进入到第三关的比赛。来吧，好，欢迎来到我们英雄出少年最后一个环节的比拼。这一局呢将是决胜局。我们玩什么呢？游戏名字叫拔河碰碰乐。第三轮游戏规则，本轮游戏分为三轮，两位小朋友各自带上优波球。比赛开始后，小朋友需要在中线处拿到家长给的球，以拔河的形式尽量将球放入到自己一方的框里，放入几球则可以回答相应数目的题目。三轮比拼过后，答对题目多的小朋友获得本轮游戏的胜利。两位小朋友要加油哦。吃吃，泽泽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来，比赛开始。你不要走，你等爸爸妈妈给你递。哎呀，第一个出去了，来，管这个球，回头拿，投掷，还有下面机会。呀，这么近，加油！哇，进了。
比拼。泽泽、迟迟，做好准备，比赛开始。泽泽，你可以找机会靠近桶再扔啊。对，这是一个拔河的比赛，举高了，举高了，举高了，利用人家去球取球的这个机会，来，哇，举高了，那边有没有进球？哎呀，哎呀，小心。迟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比赛开始。来，哎呀，现在咱们拼的是体重啊！加油，泽泽，你只能靠投球的功夫了。我们身体优势太明显了，咱们直接就坐在那儿不动，这边完全拉不动。哎呦，小心小心小心！来来来来，拉起来，好，小心小心！哎呀！我们这个英雄出少年本期节目的获胜家庭就是我们的迟迟，恭喜！哎，我们也感谢泽泽和他的爸爸，非常好啊！今天怎么样？觉得还可以，还可以，下次是不是还可以更努力一些？哎，通过今天的这个比赛啊，我们发现孩子们的知识真的是远超想象，是什么都难不住他们，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冬奥知识普及的非常到位。同时呢，也看到我们孩子的身体素质非常强。我们还是要积极锻炼身体，因为运动起来才快乐。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英雄出少年》，不要走开，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再见，再见，再见。冰球运动是以冰刀和冰球杆为工具，在冰上进行的一种相互对抗的集体性竞技运动。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对冰球越来越喜欢了。想要知道更多的冰球知识吗？接下来跟着我们的教练一起学习有趣的冰球知识吧。
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今天冰球技术教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冰球教练刘涛。冰球领域我国国家健将级运动员，曾连续8年参加全国性冰球锦标赛，荣获2次冠军，5次亚军。2011年开始担任冰球教练，带领多组热爱冰球的小朋友们参加13场比赛，6次获得冠军。大家好，我是刘涛教练，今天带的小朋友叫刘文志，我带他学的是一种教学亚步。大家好，我是刘文志，我在冰球训练当中，我是一个中锋，我最喜欢练习的项目是2打2。在冰球运动中，我学习到了团队合作，帮助队友，我很热爱这项运动。小朋友那个重心啊，别动，把脚抬起来，抬脚，哎，重心跟过去，慢慢的压步，对，简单的收腿，哎，别着急，抬头，哎，蹲一点，对，这种压步啊，别动，你的重心在抬脚的时候倾斜一些，抬脚倾斜，哎，对，再抬起来，好，完了，帮我这边来的，换一个面，对，抬脚，别动，哎，放，别着急，哎，重心交换一下，好，哎，抬脚，别着急，哎，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地的一个那个展示。在原地压步教学中，刘涛教练告诉我们，原地压步首先要在压步之前将膝关节适当伸直，重心提高。压步开始时，如果向左压步，则身体向左倾斜，体重放在右脚上，向左侧蹬冰，左脚用冰鞋外刃滑行，就可以完成压步动作了。下面呢，我们还需要一个在滑行当中压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就是滑行当中有一个加速，有一个协调性的一个这么个状况。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给演示一下啊，走，放哪放？啊，蹬冰，先是啊，咱们先是这么的，先是一个单脚的右脚蹬冰，一边右脚啊。换一面，一会儿重心呢，看，大家过来，把脚放上去，哎，靠过来，哎，重心往里边看，哎，重心往里看，明白吗？啊，别着急，一会儿你从这小圈、小范围的压步就可以，啊，预备，走，蹬冰，压，对，蹬，压，脚抬起来，对，重心往里看，在冰球比赛中。运动员要有高度的灵敏性和速度，在转弯中不仅不减速，反而要增加速度，为此要学会并熟练掌握压步转弯技术，十分重要。你这个滑行啊，节奏太慢了，就应该把有动作，看哪儿，蹬门兵那个收腿，看这个是慢的，这个重心要调整好，你明白吗？啊，来，再来一次，这边的啊，往中间看，对，很好啊，不错。OK， 对。学习这项那个冰球压步的这项运动，主要是呢体现于孩子的大腿、小腿和身体的各个协调性的一个配合。
那么这项压步呢，是对冰球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冰球小课堂来了，这些冰球的冷门知识你知道吗？三十秒带你了解冰球背后的故事。现代冰球运动起源于加拿大。据资料记载，早在1855年，每当冬季来临，加拿大金斯顿地区的一些体育爱好者经常聚集在冰封的湖面上，他们手中拿着曲棍，脚上绑着冰刀，互相追逐击打用木片等物制成的球。冰球小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我们都知道北京冬奥会中有不少和滑雪相关的项目，像单板滑雪、跳台滑雪、越野滑雪等等，不知道大家对哪些滑雪运动有兴趣呢？对滑雪这项运动又了解多少呢？想不想知道更多的滑雪知识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滑雪教学吧。大家好，我是单板滑雪指导员刘天宇。第二个学习技巧叫做直滑降。直滑降
在前，二者相加，我们才可以完成一个好看的 J 型转弯。这个就是 J 型转弯的学习内容。滑冰也是冬奥会必备的项目之一，很多人都滑过冰，但是花样滑冰是不是就有些陌生了呢？感觉离我们好像有点远。相比于速度滑冰的刺激性，花样滑冰的观赏性更强。看着运动员们在冰上各种优美的动作，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冰上之舞，真是太好看了。大家还等什么呢？赶快来看看今天的花样滑冰教学吧。大家好，我叫高崇博，我来自张丹花样滑冰青训基地。下面我为大家讲解初级花样滑冰入门动作。第一个动作，前葫芦步。当做前葫芦步时，注意膝盖的韵律。当滑行时，膝盖要深蹲，滑出以后膝盖站直，双腿并拢夹紧。下面我为大家做一下示范。膝盖下蹲，双腿尽量站直，每一次膝关节都要缓冲。站直的时候，大腿内侧要夹紧。下面由齐静成小朋友为大家展示一下。刚才做的膝盖的缓冲的动作不够，膝关节必须得下蹲，重心压到最低，这样的话你起的速度会更大，好吗？下一个动作，180度原地跳。首先双手打平，起跳时重心在双脚之间，看前方。起跳以后，身体转动180度，双腿稳定落地。下面我为大家做一下示范。平稳。下一个动作，蹬冰练习。蹬冰时双手自然打开，膝盖下蹲，主力脚蹬出后膝盖弯曲，扶腿尽量蹬直。蹬冰时不要用刀尺蹬冰，重心踩在主力脚上。好，下面进行简单的蹬冰滑行。首先膝关节下蹲，蹬冰时尽量滑直线，扶腿蹬冰后保持伸直。下面由齐静成小朋友为大家展示一下。
刚才滑行的时候膝关的缓冲不好，然后主力脚蹬冰的时候要下蹲，扶腿一定要伸直。我在这给你摆一次，蹬，对，立直，换腿，下蹲，蹬冰，好，双足下蹲，膝盖伸直，双腿下蹲，蹬冰，腿伸直，然后慢慢夹紧收紧，对，这样滑行就对了。再来一次，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是不是觉得自己了解了好多的知识呢？一定要把这些知识记在心里哦，你们都是最棒的。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